为了感谢警义消及里巡守队共同守护社区的治安，维护邻里住家的安全，好让民众都能安心的过好年，因此新庄昭德宫就特地制赠了慰劳金，并且邀请新庄区长朱思荣来颁发，以感谢大家协情民力的辛劳付出。在新庄昭德宫庙前广场集合的这些警义消，还有南新庄地区各里巡守队代表，协助警察守护社会治安，维护邻里住家的安全，好让民众都能够安心过年。因此，宫庙特地举办致赠慰劳金活动，并邀请朱世荣区长到场亲自颁发，以感谢大家协勤民力的辛劳付出。后党昭德宫特别呢，针对我们光华派出所光华的义警跟我们民防，还有我们裕民消防分队。然后还有福营消防分队、福营的义消，然后裕民义消分队，然后我们新庄的救难协会，以及包括建安里、建福里，然后万安里，好、哦，还有承德里的巡守队呢，都致赠数万元的慰问金。那在这里呢，也谢谢昭德宫这一边所有的委员会。南新庄包括承德里、万安里等四个里别都有成立巡守队，里长也陪同前往领取这份慰劳金的同时，更不忘对这群默默为里内长期协助维护居民生命财产安全付出奉献精神的队员们表达由衷感谢。感谢那个巡守队哈，整年都为我们社区的安全哈，在顾这样子。咱万安里巡守队哈，来昭德宫。受咱的主任委员吼，甲咱颁发咱的慰问金、加菜金，是那个区长来颁发给我们，万安里的巡守队，大家都很辛苦。那在这里呢，借用侯市长今年龙年的春联呢，吉龙五春，祝大家平安、幸福、健康，吉龙五春。做什么代志拢有春。有没有说借由小小的鼓励来向这群伟大的幕后英雄说出万分的谢意？因为春节期间他们对社会无私的奉献及付出，民众才能安心快乐欢度春节。记者黄佑贤新庄报道。